哦，希望大家把态度想要赢球的态度拿出来，哦，在球场上要保持沟通，大家。那我们就希望把球员的向心力拉进来，然后跟教练团真的像一个团队一样，对，然后希望打出一场好球，然后让球员看，希望大家要把态度呈现出来，包括我们教练团都会一直 push， 一直 push， 对，希望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球队的风貌。因为我们是年轻的球员居多嘛，那也让他们就是展现年轻球员该有的活力跟朝气，然后在场上打出那个气势来。对，这是我们希望他们呢，从今天开始可以更展现，然后证明的让球员知道说，我们是年轻球队，我们有速度，我们有朝气，我们有活力。行，加油。